没有好好的协调，根本就没有在管那个器官里面在打架，这样知道吗？所以看这个哈，其实自体免疫要治疗，要看一定要看脑膜，不是用类固醇。我治疗很多自体免疫疾病，几乎所有的疾病没有一颗类固醇是要用。你看，这样，基本上呢，现在的西药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哈。今天可能不能讲得太过分，保守一点，公开场合嘛。好，好，你看，我由这个气若游丝型的自律神经，把它拉到顶面低地型，这样知道吧？好。那我们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是发炎，大家不否认嘛？啊，好，这个发炎的疾病其实有六种哦：过敏、自律神经、脑神经、精神、代谢症候群、免疫系统叛变。啊，刚才讲的红斑性狼疮类风湿啊，刚才讲那个病人所有回温的啊，癌症这样。癌症的话是这样，癌症我收集了很多资料，我放在那个脑波自律神经医学会部落格上面。事实上，治疗癌症不是哪一个词哈、哦，看看你什么哪一级，我套下去，我就跟你勾勾勾，要化疗、放疗什么疗，那个是错误的哈、哦，各位千万不要掉入那种陷阱。我们应该要治疗脑波、自律神经啊、哦。今天也没有办法谈癌症了哈、哦。交感太高会影响，会抑制那个杀手细胞的活性，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生气啊。哦、我练了一种叫做怒目金刚功，等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气要表现的生气，心里不可以生气。原发性癌症哈、哦，是这样，癌症也会转移嘛啊、哦。你看癌症转移，癌症它会有一些细胞会跑出来嘛啊、哦，这个细胞跑到哪里就转移到哪里啊、哦，转移到哪。那么细胞癌细胞跑出来以后呢，怎么办？化疗吗？绝对不是啊。哦，靠杀手细胞 NKT cell 来杀它。他给他注射一些东西进去哈，最后癌细胞就死掉了啊。这样，那我们看这个分解动作哈，分解动作，这个 perforin 跟 granzyme，perforin 就是穿孔术嘛，癌细胞。它被那个 NKT cell 打了一个洞，然后再灌那个 granzyme 进去哈，它灌进去以后呢，就给它分解，分解到最后癌细胞就死掉了啊。所以我们要提升杀手细胞的这个战斗力哈，不是随便用化疗药哈。还有这个红血球也是一样哈，绵羊的红血球被这个杀手细胞哈杀掉，所以。癌细胞自然杀手细胞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杀癌细胞，一个是杀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比方说我们这个鼻肝啊，鼻肝病毒跑啊，不小心跑进来吃了别人的口水啊，跑进来，鼻肝病毒很小嘛，它就找到我们的肝脏啊，把它的 DNA 注射到我们身体里面去，肝细胞里面去，所以我们的肝脏受到感染啊、哦，病毒素以后就会变成很多。那么这个肝细胞呢，它就渗出求救的，发出求救的讯号。这个信号呢，被我们的 NKT cell 发现啊、哦，它就把它注射一些东西进去啊、哦，然后就被摧毁了。所以为什么这个癌症病很多癌症病人肝炎病人因为癌症跟这个有关啊、哦，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蓝色是癌细胞嘛，这个杀手细胞怎么样让他们活动力提升呢？就是要由脑部来着手啊、哦，练功啊，不要生气啊，关公念恩啊，把坏事当好事想啊，吃苦当吃苦啊，等等等等，心法这个很重要啊、哦，好。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也不讲，这个癌症的治疗的那个 protocol 也不提了哈、哦。再来就是说，90%的神经是自律神经嘛啊、哦，那么神经不好会生病，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啦啊、哦。同时要同调同步共振和谐平衡啊、哦，这样，就好像一个脑跟自律神经的角色，因为今天这个就好像指挥家一样。啊，指挥乱指挥，
我们按照我们乐谱应该这样嘛，如果他这样乱指挥，全部人都乱的套啊，免疫系统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到底要我怎样，就没有去杀癌细胞，就这样。好，我们在讲说百病同源，百病同源，我们看神经组织的修复，就这样。神经它会传导嘛，神经传导，它就像我们那个神经切开来像马达一样，各位如果没有看过神经，真的就一模一样。那我们的这个神经不管是心脏神经还是脑神经，因为我们神经这个神经传导，那我们的神经有70%是脂肪做的，尤其是这个 myelin 我想说这个都是脂肪做的我想说为什么现在台湾人这么多那个神经不好，肌肉性胃的好，因为我们不吃那个地沟油，越南的地沟油不是台湾人嘛它占了80%啊，所以你看它为什么这么狡猾应该是油吃的好应该有关，那我们都不小心吃到坏油这样，所以这神经传不过嘛传不过很多病就发生了。如果我们讲做生意的话，我们也感谢信卫的，让我们这么多生意。这个关公念恩嘛，关他的功，不然你气他也没用。好，那过敏源进来会让我们的神经细胞受伤神经细胞是受伤以后，胆结核短掉啊，恐惧症啊，过动啊，精神分裂全部都跑出来。所以其实我们的疗法很简单我们只给病人脂肪酸、多糖体、氨基酸。这个都是我们自有品牌嘛，还有吸氢气这样，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同的病都同样疗法？我说病都是百病同源的，都是发炎啊，我们治疗发炎就好了。所有的病都是脑后自律神经引起的，当然车祸例外了那我们的脑里面有一些这个维修的细胞，就 astrocyte 跟 oligodendrocyte 和 microglia 星状寡托微胶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英文不要忘掉像我40年没讲英文，英文本来演讲第一名的，现在都讲。